警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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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三五要返航。一号六三五撞鸟了。警告！警告！警告！六三五警报，检查发动机工作啊！啊，发动机在提示告警。警告！警告！啊，对，现在告诉位置。啊，右转了，右转了，对向无人区。警告！警告！警告！啊，梁机注意这个，保持一下啊，保持目视跟踪。警告！六三五要跳伞了。警告！六三五要跳伞。对，避开人口密集区。对，避开人口密集区。飞机正要右，正要转弯的时候呢，突然间黑影一闪，还没有做出反应，就听到很大的这种撞击声音，像铁锤砸在桶底上，捅一下子，然后座舱起了一些烟雾，告警器啊显示红色的告警，耳机里也有冲突的一种警告声音，每个飞行员可能都可以判断这说是撞鸟。跳伞，对，避开人口密集区。我们当时也想到，其实他也在空中的时候也考虑到整个村里面的安全，然后就是说不想掉在，肯定尽量不让飞机掉在自己这个居民区，让尽量掉在这些无人区嘛，尽量我相信他是绝对做到的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来的。